八了，一次要进28了，然后十几包我就分掉了嘛，我就给他们分掉，分给他们全部去那个。啊，然后呢？那我看我这两天有空，我再过去，我直接拿给医院说你给你的狗吃就好了。对，他知道。哎呀哎呀，啊，这样子也比较方便，因为我要去他那边拿过来。